人都走远了，还发什么呆呢？走吧。如果你从死斗场里逃出来时，是我救了你，那该多好！如果是我救了你，我一定只让你做防风被，自由自在的防风被，不欠任何人的恩，不欠任何人的情，没有责任，没有道义，没有担当。就凭你还想救我，你配吗？我没有说洪江大人不好，我只是觉得你天生应该是自由的。闭嘴。听说你想退婚啊？怎么？刚当上族长，就嫌弃我妹妹配不上你？方风小姐很好，只是……别再说了，快走吧。小妖，你是不是要离开我？我没打算要离开你。真的吗？看到你成为涂山族长的时候，我的确有一丝的失落跟犹豫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岔路口上走向了不同方向的路。可是现在没有了，连左耳都能为了那么渺茫的希望坚持40年，我们两个怎么能就这样轻言放弃呢？即便走的路不同，可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我们两个大活人怎么能被路给拘住了呢？小妖，
我这个人啊，自私又心狠，第一反应总是自保，又不肯相信别人，总觉得人心多变。你能忍受我也是不容易。我说过我愿意先付出先相信，